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交易人生，我是高宇旭。今天是四月底，那四月份结束咯，那现在我们来检讨一下，到底四月份回去老师跟您报告的行情路况到底有没有让市场上去做一个验证。在讲四月份的行情，我们先回头看这几个时间点。去年的12月20号，我带会员清空股票，告诉投资朋友行情路况将往下。这几个时间点先看一下，2月25号是跟2月26号行上坡路上遇到巨石，停看停再出发，当时请投资朋友不要去接刀子。这是二月份的，在农历封关之前当天呢，1月20号我就跟我反正我跟我会员报告了，连后指数没有创新高的可能性，行情路况仍然是往下的，包含了盘后传真稿，我都跟我的会员报告。我们一档持股低持股爆股过年，当时很多人请你要满仓持股爆股过年，回去是少数请会员低持股爆股过年的原因在于，我认为台积电的利多当时并没有表态，是大盘年后的隐忧。当然之后发生的武汉肺炎这个部分，整个大盘被带下来了。3月9号是用3月10号行情路况往下，这几个时间点请特别记住，尤其是3月25号是用3月26号行情路况将走平，紧要个股可以准备偏多操作。这几个时间点都在哪里？都是在这个部分。12月20号、1月20号、2月25号，甚至在3月10号，再提醒一次，前面都没有卖掉的、没有减码的，3月10号一定务必要做减码，卖掉再避开这一段。然后在3月26号告诉投资朋友，行情路况将走平，掌握四月份的行情。今天的收盘，这几个时间点有没有验证？3月26号提醒，四月份总共上涨了1349点，放大谢谢。总共上涨了1349点，请你避开风险，也同时有机会。的时候，请你掌握机会。当时我放了两次，所谓的我的看好的个股，各十档，总共20档，在3月底、4月初你可以拿得到。然后隔一个礼拜，4月10号再给你一次个股筹码、精算筹码的一个建议。四月份你要掌握住，你总共可以掌握1349点，你可以从里面赚到多少钱？你是不是可以缩短你财富重分配的时间？现阶段大家可能3月底、4月。你错过空手，现在大家想的是什么？加权路况已经涨到现在这个位置了，投资朋友，之前空手的能不能再进场？现在你要考虑的是这一点，能不能再进场？我今天特别把我标题改掉，我也把这个打到我的什么 K 线图里面当证据。五月是个股表现，要看动态筹码，就如同我的侧标一样，我很少改掉我的侧标。我会这样改，代表一件意思，仍然是有机会的。接下来就是个股表现的一个行情，个股怎么表现？看筹码，我不会拉里拉扎跟你每天更新个股。我讲的股票都是会是固定的。其实你锁定那些焦点，你分批分段，什么时间进什么股票，赚多跟赚少而已啊。重点是你不会做错方向，你不会空手，你不会去放空。五月份仍然具有机会，五月份仍然具有个股表现偏多操作的一个机会，你仍然有机会可以赚到钱，而且必须要赚。这是我的看法，所以说由市场上去做决定啊。任何的行情都会遇到这种状况啊，你必须看得懂行情路况，交易三路，你才有可能去增加你的什么持股的现金的比重。该重压要赚一波啊！我在3月底、4月、5月预告，请你要偏多操作，也不是一单笔重压，是慢慢的重压。该解码我会告诉你，该退场我会告诉你。可是重点是，多数人必须输。是活在哪里？活在同温层里面。回头想一想，在三月底会跟你报告偏多操作的很少，
在这个位置，3月26号看给投资们看证据，大多数人会告诉你反弹之后还会再往下，反弹之后还会再往下，结果一路弹上去，到告诉你要空手甚至放空的，你听得进去？为什么？你很可能上来杀到这一天，你当然希望它还会再往下破底啊。所以，请你偏多操作，你做不下去，你活在同温层里面。所以，大多数人都会面临到这个结果，活在同温层里面。大多数人必须输。第一个，行情路况看不懂；第二个，即便有人跟你讲行情路况的看法，你也不会认为这是你想听的话。所以，你不会做动作，你会空手，你会空手，甚至反向去做放空。所以，整个四月份行情，你不但没赚到钱，搞不好还输钱。我觉得是非常之可惜的事情。四月份跟五月份，我认为是最好操作的一个月份。至少我们的人见度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方向。四月份到五月份，只要掌握得住，很多个股，事实上你已经都没输了。即便这波大盘杀下来，都没输了。旺宏3月27号，礼拜五。这个营业日也在这边附近啊，跟你报告的4月13号旺宏利多才出来啊，这一段旺宏怎么涨来看一下，3月27号在这，隔一天3月30号这一段从 24.7 一路涨到哪里，涨到今天创高37块，几乎收复这个跌幅了，而且还创高。投资朋友，这些都是我事先在送资料的时候，而且每天解盘跟投资朋友报告的。威刚也是3月27号跟您报告的，在这里啊，这证据啊，威刚在这里，3月27 3月30在这里啊， 41.15 最高涨到哪里，这一天收盘价到58块，你能不能赚到钱？今天讲完威刚之后，4月7号利多才出来啊，再来连续发利多，4月21号才发利多。你要买在哪里？买在法人开单之前，买在消息面见报之前，买在基本面转好之前，你才有可能赚大波段的利润。世界先进也是一样啊。3月27号跟您报告的证据在这，5347的世界先进在这，3月27号一直在这。27是用3月30。从低档57.8，最高捞到来到哪里？来到71.4啊！你不可能从头报到尾，可以从中间这一段，其实你都可以提早反败回升，甚至财富重分配啊！之后的卫刚不是这个最后的世界先进，4月10号利多才出来啊！甚至什么？甚至奇力新被动元件，我都跟投资朋友报告了，3月27，这是证据啊！2456起立新，3月30一路上去，从76块一路涨到哪里，今天短波创波段新高，涨到109块，这些都是免费送给投资朋友的。之后起立新慢慢的什么利多新闻出来了，基本面慢慢转好，营运升温了，包含的还有什么日电贸，这些全部都是我跟投资朋友报告的个股啊。日电贸3090一样在这里啊，3月30啊，从低档39.6，今天创了短波新高到多少？49.9，随便都超过一成的空间啊。之后日电贸新闻才出来，4月14号利多才出来，买在消息面之前，买在法人开单之前，达利也是一样，3月27号跟你报告，位置在这啊。6177塔利啊，银建股慢慢增温了，投资朋友再创新高啊！告诉投资朋友在这里啊，现在讲银建股筹码早就知道了，银建股从这边上去啊，塔利从这边上去啊，最低点来到24.5啊，最高达到29.6，投资朋友全部都超过一成空间。后来塔利利多才出来，4月10号利多才出来。上药也是如此啊，这整理之后我都认为还会再上，但是在低档。3月27号跟你报告上药，位置在这，3月30 27 30在这，
第一档7.6元啊，不要说你买到7.6块，买到这个价钱就已经很漂亮了，差不多。今天缓缓的缓步创高，最高来到多少？10.65，随便都超过一层的空间，你能不能赚多少钱？今天大家跟你讲什么？讲营建题材，不是涨的时候才跟你报告，在还没涨的时候必须跟你做一个说明与报告，并且提出证据。冠德在3月7号跟你报告的，是用3月30号冠德2520在这儿。3月30在这儿，第一档21.2，最高来到多少？26.35，有没有超过一层空间？只有之后冠德才会出来利多，4月10号。我讲这么多，只是告诉投资朋友，这些个股是我免费送给投资朋友的。你只要从20档个股里面下半年轮流做，基本上你就可以赚到钱。不见得要加入我的会员，你都可以赚得到钱。但是切记一件事情，一定要懂得动态筹码。你懂得动态筹码的流向，你才会知所进退，甚至连短线你都有可能可以什么赚到短线的一个价差。所以投资朋友，5月份还是值得偏多操作，个股表现将来就是在5月份看筹码，超前部署2个月时间都还来得及。享受波段的大行情，6个月转期专案仍然在活动期间当中。欢迎投资朋友去思考一下，维续告诉你们的行情路况以及推荐的个股，是不是都一直往上去走？如果你认同，千万不要错过6个月短期专案。我们先进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带你们看一下会员的实际上操作是什么样子的状况。谢谢大家。韵达投顾交易终极奥义，动态筹码，掌握机会，特别开放专线，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速播专线02-2781-0909，2781-0909。韵达投顾交易终极奥义，动态筹码，掌握机会，特别开放专线，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速播专线02-2781-0909，2781-0909。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交易人士，我是高伟旭。要成为赢家跟输家的不同，是来自于你懂不懂得、了不了解股价上涨的本质是什么。股价上涨的本质就是供需，就是筹码。我一直在不断的呼吁这样的一个理念，因为它是实战的交易。我跟投资朋友报告2的时间点送给投资朋友资料，我一定会从里面找到个股带会员去操作，而且啊，一定是真香实弹的，一定是真香实弹的。我也不会带会员乱枪打鸟，20档个股全部都买，会员也没有这么多钱，我们就是一档一档一档的做，反正那20档股票我都可以掌握到动态筹码，所以呢，我们就轮流做，轮流做，能赚一点价差，我们就带会员再多赚一点短线价差。波段要赚到，短线我也希望帮会员做到这件事情。可是输家常常活在同温层里面，看不懂行情路况，活在同温层里面，然后老是用基本面去安慰自己。哎，我的股票套牢了没关系，我的股票套牢了没什么 太大的差别，反正基本面很好，之前没闪过股灾，反正它股价早晚会回来。可是投资朋友，如果你买到的是好公司，也许有一天你会解套，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情，有一天你也许只是解套，遇到这种好的行情你没有赚到钱，
你只不过是资产持平而已，你没有办法再往上再跳一阶，所以这是输家的部分、啊、老师用基本面选股、啊、赢家是用动态筹码去跟你报告股票的，而且我们是用这个动态筹码去当实际上的一个操作。在讲操作之前，我们先带一下会员的股票。投资朋友，鸿海绝对是我们会员核心持股，正是我在第二波送资料的时候我也公开讲鸿海。是的，鸿海没有涨上去，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很多股票你买完之后你可以抱得住，抱得安心，抱得稳，慢慢来，你会赚的比较多。尤其是这种大型全职股，要挑好，买好买满，慢慢的享受它的波段利润。但是跟这个位置跟投资朋友报告，都不会有人提醒你鸿海。包含在昨天，我在节目上我也讲鸿海，如果印象中没错，我也讲鸿海。到昨天为止，没有人看得起鸿海。我坦白跟你报告。傻瓜才介绍鸿海，鸿海是落后补涨股。可是我跟同学们报告，投资朋友报告，五月份就是要看鸿海，买在法人之前，买在开单之前、啊、今天有人会跟你讲鸿海吗？不会的，一定等到喷上去才跟你讲鸿海。我说一定要买到法人，来，我一定要买到什么？法人开单之前，不要去做什么，去跟法人。买上去之后才去追价，看到没有？外资开始扩大买超，大摩跟瑞信以及什么具有影响力的汇利证券都在这一段时间进场布局。总体外资你看不出来，但是个别外资你要知道哪边是关键影响力的券商。鸿海目前这样，准备要突破这个平台的前高，一突破上去，五月份就看它了。这是会员的核心持股，会员的认的核心持股是什么？中美金五月份也是看它，不会有人跟你讲中美金啊，一定要有人喷上去才跟你讲中美金。中美金的低档做整理，五月份它具有波段上涨的筹码的条件。我先把这个核心持股预告以及什么告诉你我的看法，我至少我敢讲，我不是涨上去了才告诉投资朋友，不是这种涨上去了看到利多出来才告诉你去追价，我们要在这个位置事先还没涨的时候跟投资朋友报告看法，这才是重点，这才是我们操盘的实力，不是涨上去了看到利多出来见报然后再跟你讲它有多好多好。我说过了，当筹码相对的集中增温的时候，你不用担心它没有利多消息，你只担心你买的够不够而已，一直担心你抱得住抱不住而已，你不会去担心他没有利多消息。可是多数人都要等到利多你才会相信啊，原来当时早点买就好了，对不对？呼吸器利多是什么？4月13号全台营收乐观，然后呢4月21号利多再出来，21号就是相对的短线上很多人跟你讲的位置，短线上的高点，所以就被修理了。你必须等到利多出来，你才相信全台原来是有利多的。我在跟你报告全台的时候，记得这时间点是4月21号，市场上很多人跟你报告全台。4月13号利多消息出来，我跟你报告的，免费告诉你一些的资讯在哪里，是在3月30号就跟你报告全台了。3月30号跟你报告全台，你会想看看就好，听听就好。可是呢，4月20号跟你报告全台，你会疯狂的买进，敲单买进它，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大多数人必须说就是这样。3月30号跟你报告全台在这个位置，3月30号的证据。一路上去，那这一段呢，你在这边买进的这一段整理，你可以考虑要不要获利下车，或者是做什么加码的动作。我说过20档股票我一定会带会员买，有机会的。3月30号带会员买进全台，
16.65。4月20号我还加码，有价差带会员赚一趟价差。4月10号卖出今日不会做单日价差交易。投资朋友，我们基卖完之后打下来，我们基本部位还在啊，勇敢续报。4月21号涨停啊，涨停是勇敢续报，没有加码。但是打下来我们要不要加码？就看动态筹码，我会带会员做交易动作。可是这一段至少两成空间。至少两成空间，你能不能做得到？事先跟你报告的，你不见得能敢买。你一定要等到利多出来的见报之后，你才觉得哇，可以买欸。4月20号全部人追到市场上的高点，可惜了，可惜了。网家也是如此。来，4月10号公开跟你报告的重点是，我认为短线筹码会被美联干扰，长线可以偏多操作，所以不急的当天进场，我们等到4月16号才进场。网家买进第一笔88.4，投资朋友，4月24号涨停板到96块啊，在涨停板当天呢，我们4月24号我们还做一件事情呢，做短线价差交易，帮会员多赚一点，卖89.2，买89.2卖91块，现股当冲啊。这一段创高做了一趟价差交易，一趟够不够？不够。4月19号，我们再做一趟短线价差交易，98块点，98.6买进的，100.5元，我们卖出，又再做一次当冲。这些都是扣讯证据啊，投资朋友，最后卖掉，沙盘要打下来。这是我们带会员的操作，长波段我尽量帮会员赚到钱，短波段有价差交易。一定要把握这个行情。那为什么短波段可以做到短线价差？当然筹码的部分占了相当大的一个判断能力啊。4月22号园长有帮会员做一件事情，叫短线价差交易啊，跌3.12%带会员买进园长。4月22号当天，我告诉投资朋友，哎，有价差了，我们先跑一趟。能赚钱要帮会员多赚一点钱，这是我认为该做的事情，这是我认为该做的事情。五月份仍然值得个股偏多操作，从那20档个股里面，只要你懂得动态筹码，你可以轮流在20档里面轮流做股票，一定可以赚得到钱。赢家跟输家的差别就来自于了不了解筹码，不要老是用基本面，不要基本面出来去跟他抢股票，好不好？投资朋友，不要等到消息面出来去跟他抢股票，一定要超前部署，享受波段大行情啊！一定要超前部署，享受波段大行情。懂得动态筹码，你可以了解超前部署啊！我欢迎理念不同，但是目标相同的投资朋友，你一起来超前部署。理念不同，代表一件意思，你之前可能做得不顺，或是你现在空手不知道该怎么办。过去在同温层里面，你不知道要偏多操作。你要悟性的基本面，所以呢，你没有赚到钱，你顶多至少是打平的。现阶段你一定要回头去想一件事情，股价上涨的本质是来自于筹码的供需原理，筹码绝对是核心，越了解动态筹码，你越可以超前部署，你的资产不会只有打平，而且会突飞猛进，就是我觉得你一定要做到这件事情。超前部署2个月享受波段大行情，6个月转期专案，目前活动仍然实施当中。欢迎假日的投资朋友可以打电话进来，加入微讯的车队，加入我们线上人员都会加班替你做服务。赶快加入微讯的车队，你可以越早享受超前部署那种快感。谢谢大家。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